我欣賞 Mary 的才華啦，同埋嘅堅持。好欣賞 Winnie 咧，咁我覺得佢係俾到好大嗰個嘅空間去俾設計師去發揮去創作。佢畫嘅畫咧，一去到我哋廠咧，個師傅已經講：哇，你喺邊度揾一個咁勁嘅設計師翻嚟？阿 Winnie 又咁支持本地嗰個創意產業啦，去推動呢、這個local 嘅呢個珍珠嘅品牌。咁阿 Mary 佢嘅旗袍啊，或者佢所做嘅藝術品啊，所有嘢咧，其實都同我哋呢個諗法咧係即係一個聯繫嘅，係一個好一個 alignment 嚟嘅。欣賞 Mary 的才華啦，同埋嘅堅持，佢係每一件作品入邊都反映到佢嘅努力啊，同埋佢對嗰個文化背景嘅好深入嘅研究啊，嗰個毅力咯。好欣賞 Winnie 咧，即係作為一個呢個品牌嘅創辦人，同一個叫做係本地嘅設計師去合作嘅時候咧，咁我覺得佢係俾到好大嗰個嘅空間去俾設計師去發揮去創作。同埋我覺得 Winnie 好有心啦，即係去推動呢、這個local 嘅呢個珍珠嘅品牌。其實咧我哋公司咧我哋資源啦，我哋以前叫源啦，而家叫資源。咁其實我哋咧就一路咧都有個理念咧，係想將一啲本地嘅設計師嘅品牌咧融入翻喺我哋嘅香港嘅生活啊，或者係人嘅生活入邊。咁咁啱咧，我就認識到阿 Janice 啦，即係其中我哋一個 business development 嘅一個 partner 啦。咁佢介紹咗阿余小姐俾我哋識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欣賞余小姐嘅創作啦，同埋一路佢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，佢做嘅每一幅嘅畫或者每一個作品啊，都做咗好多大量嘅資料搜集啊，或者佢本身自己嘅知識入邊嘅層面都好深啊。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做呢一次嘅呢一個 project 嘅合作咯。我係想做一啲中式嘅 touch， 咁我覺得大家係好 match 嘅成件事。我哋一開始呢個嘅 crossover 嘅合作咧，所有個產品設計咧都係圍繞住一啲係以中式設計嘅擺咗落去。首先就係一個梅花嘅 collection， 咁我就同時間出咗。縣嘅珍珠嘅梅花嘅 collection， 就自己嘅旗袍咧都係出咗呢、這個梅花個印花嘅，咁啊將兩個擺埋一齊咧，嗰、那個效果係非常之突出啦。咁另外一個 collection， 我哋 crossover 咧就係、是、做咗一個係以呢、這個水墨嘅太湖石嘅一個設計，咁啊加上蜻蜓，咁啊大家知道呢、這個水墨嘅一個石頭。咁啊，喺繪畫上將佢變成一個金屬立體嘅一個水墨嘅石頭咧，其實個效果係非常之出眾嘅，即係比我想象中仲靚啊！公司咧本身咧其實都好著重我哋自己嘅中國風。咁阿 Mary 佢嘅旗袍啊，或者佢所做嘅藝術品啊，所有嘢咧其實都同我哋呢個諗法咧係即係一個聯繫嘅，係一個好一個 alignment 嚟嘅，咁所以我都好，我哋喺呢個創作入邊咧，呢、這個元素咧都對我哋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合適嘅。Winnie 咧就係我嘅其中一個嘅 sponsor， 咁當日咧所有 fashion show 嘅 jewelry 咧。都是出翻我同 Winnie 去合作去設計的產品，咁因為我覺得呢個都是我第一個 show 咧，係 full set 個 accessory 咧可以係襯到落去啦，即係可以咁快將啲設計產品做完之後咧，係好快就已經可以喺時裝 show 個天橋度去展示咧，咁我覺得呢個是我最難忘的一個經歷咯，係咯。咁我見到阿 Mary 啊同埋其他 stylist 咧。好 professional 喎，即係所有嘢啊、配衫啊、鞋啊，同埋我嘅首飾啊，好快咧就可以放曬啲 model 身上啦，係可以表現得好好，即係好完美個配搭咯。同埋另一個同阿 Mary 合作嘅驚喜就係咧，其實佢我哋嘅設計係 based on 佢畫嘅畫嘅，咁其實佢畫嘅畫咧，一去到我哋廠咧，個師傅已經講：哇，你喺邊度揾一個咁
勁嘅設計師翻嚟，點解佢畫嘅嘢咁栩栩如生嘅？Mary 畫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已經個靈魂喺度喎。咁所以點解我哋嘅合作就會咁快同埋咁有驚喜咯？我係好欣賞 Winnie 間廠嘅，佢哋個師傅我都要即係代轉達個心意咧，真係好叻，即係佢可以睇圖咧就將我變成啲立體嘅嘢咧，同係咁似之餘咧，仲係咁生動。你話香港設計師真係自己走出嚟嘅品牌咧？其實真係少嘅，同埋係對於設計師嚟講咧都好唔容易嘅。咁啊，對於本土嘅設計師，我哋做自己嘅品牌去設計啊，或者去推出個市場咧，都好唔容易。我哋嗰、那個可以做嘅資源啦，或者一個設計咧，即係好需要 local 嘅朋友、香港嘅朋友去支持嘅。咁我希望咧就打造一個品牌咧，係俾香港嘅朋友或者係即係或者甚至係國內啊、外國啊，知道香港有一個係以中國文化特色為主嘅一個珍珠嘅品牌，一個優質嘅品牌，同埋以一個係設計師去創作嘅一個品牌。